新起，新起，你当新起，新起，美好的一天就从每日灵粮开始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要读诗篇的69到71篇，而我今天挑选的是71篇的第8节，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我们的口常常说的是什么呢？是有没有常常有神的赞美，神的话语，神的荣耀的称颂，神的荣耀，神的赞美，神的荣耀，然后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我不知道你自己在听了这一句话，你自己觉得如何？我真的觉得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常常我们的嘴巴常常我们随意说我们想说的话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来跟神好好的悔改。主啊，真的你的荣耀，你的赞美应该终日必满了我的口，可是我却容许我的口常常说很多负面的话，批评论断的话，抱怨的话，埋怨的话，骂人的话。主啊，你的荣耀，你的赞美要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的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另外我挑了第71章的23节，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。好，这是在赞美里面我们常用的经文。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要来欢呼，神所属我的灵魂要来欢呼，要来欢呼，要来歌颂。我觉得你在读这个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兴奋，好兴奋？神真的来救赎我们，救赎我们。我也渴望真的借着这一阵子，我们借着诗篇，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不一样，好吗？好吧，我们就当我们这样子暂停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更多的来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好吧，我们就一起来赞美。哈利路亚，主我赞美你，主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要来称颂你，我要来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要称颂你的奇妙，赞美你的奇妙，赞美你的信实，赞美你的伟大，主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赞美你，主让我的里面常常有歌颂你的声音，主让我常常来赞美你，主让你的荣耀，你的赞美要常常的在我的口中，主我赞美你，主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主，是的，当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还有你所属我的灵魂要来欢呼，都必欢呼。主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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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称颂你，主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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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赞美你。好不好？你更多的这样赞美，你常常有这样更多的机会，自己找时间更多的赞美，好像你的里面，你的灵里面常常的就是起来称颂神、赞美神，愿神祝福你，阿们。